半夜，他妈一个人喝酒啊？怎么饮啊？他一回房间就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，大概这就是少女怀春吧。<笑>我妹呀，毕竟没有谈过恋爱，突然游走在两个男人之间呢，小鹿乱撞是可以理解。太缺乏经验。嗯。 还是磨练的不够。嗯。